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二圣礼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足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中中尊。二圣礼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足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中中尊。二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足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中中尊。请看大经课注第613，倒数第二行末后两句看起，有净土修正疑云：摄尘之理观，能发九境之模式，以五蕴生死迷暗之法为净故。摄尘，我们学到第六道品调摄，37道品，我们学到四五根，学到性根、精进根，现在我们看念根。三念根位于正法了，记忆不忘，五根后面的五力都是从戒定慧里面开出来的，信、精进，这是戒。念呢，也可以说于戒。因戒得定，因定开慧。我们入门要从戒下手。设防三世，一切诸佛菩萨修行正果，都是走这条路，没有一个是例外的。我们如果能够身心不移，依教奉行，这就有大善根、大智慧、大福报。决定不能把这个路子走错了。念念于正法，世尊，当年在世，49年所说的一切法，都是正法。我们学习正法的人，
只能在佛法大海当中啊，取一点，不能取太多了。取太多了，消化不了。啊，叫贪多就不烂，消化不了，没用。啊，一门深入，八万四千法门，门门都通无上道。啊，都能成究竟圆满的佛果。啊，所以任何一门只要坚持不断。啊，要坚持。啊，我不间断不夹杂。念是意念不忘。啊，念兹在兹，那你就成功了。啊，特别是用在净土信愿持名这个法门，你决定的是啊，功夫用多久的时间呢？因人更新，不一定。有人一天一夜就成功啊，有人两天两夜，三天三夜。弥陀经上说的，若一日，若二日，到若六日。啊，六日还不能成就，那业障很重的人。啊，七日能成就。前面一到六是数目字，第七不是数字，七代表圆满。哪一天成就了，那一天就叫做七，那不是第七天。啊，七是什么意思呢？四方上下当中，这不就圆满了吗？其实表这个意思啊，哪一天念成功，那一天就叫七天，就叫若七啊。七是个活动，没有一定长短啊。你要真正相信，真正下决心，那我们看许许多多过去现在往生的人啊，真正下定决心，一心专念求生净土，大概多少时间？啊，绝大多数的三年。啊，所以那个若期日啊，那期就代表三年，没有一个不成功啊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七天就能成功。那性根精进都在菩提心里头。啊，菩提心真心。啊，我们一定要学。不管外面是什么样的境缘，啊，境是环境，顺境逆境。缘是人事，善人恶人，这叫缘。啊，我们是一味真诚、清净、平等觉来对待。啊，觉是不迷。啊，肯定，变法界、虚空界。一切万法跟我自己是一体，都在这一句名号当中。啊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就是归命的意思，皈依的意思。啊，南无阿弥陀佛就是皈依阿弥陀佛。啊，皈是回头，依是依靠。啊，我回头了，我什么都不依靠了，专依靠阿弥陀佛。
阿弥陀佛在哪里？阿弥陀佛在这部经上。这部经在哪里？这经在我们自己的心上。那所以我心就真心，真心就是阿弥陀佛啊，真诚清净平等觉阿弥陀佛，这是释迦牟尼佛说的，这不是我们胡造谣言啊。佛在这部经里面告诉我们，清净平等觉佛就是阿弥陀佛的别号。啊，所以清净平等觉心，那就是阿弥陀佛。我们真是阿弥陀佛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我心就是真诚清净平等慈悲心，就是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就是我心。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，起心动念、待人接物，都用这个心，就对了。啊，不能把心用错了。真诚、清净、平等，就是对自己；慈悲是对别人，对一切众生。啊，慈是娱乐，悲是八苦。啊，看到别人有苦，我们帮助他离苦，帮助他得乐。啊，用的是真诚、清净、平等觉，帮助别人离苦得乐。这叫念阿弥陀佛了，真念佛人了。啊，这个人是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了。啊，将来必定往生净土。正法，既然佛说的全是正法，我们在一切正法里面取无量寿经啊，无量寿经的版本众多，我们取下莲祖、下莲老的汇集本，我们现在用的这本啊，无量寿经的注解也很多啊，日本人的集注有18种，现在出版了。啊，这非常非常的难得。啊，但是影印字缩小了，看起来很吃力。我们希望能在台湾重新做吧，啊，把中国的注解，中国注解有好几种，古注有2种，啊，近代的注解有好几种，啊，包括黄念祖老居士的集注，啊，把它汇集成一套。无量寿戒、无量寿经古今的注释，啊，提供敬宗同学做参考。啊，我们要想到极乐世界，在没有去之前，先要了解极乐世界，认识极乐世界。这就是佛陀祖师大德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啊，
我们把它搞清楚，搞明白，疑惑就断掉了。断疑才能生信，我们的信就有根。啊，无量寿经古今的解这个注解，帮助我们建立信根。啊，有了信根，再进一步啊，就有精进根。啊，有精进根呢，就有念根。啊，念根里头抓住无量寿经上的两句教诲：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。专念就是一句佛号。啊，发菩提心，就是从早到晚，穿衣吃饭，待人接物，啊，务必要学习用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，啊，用这个心，这就是发菩提心。啊，念兹在兹啊！啊，希望心里面干干净净。心是什么心呢？是清净平等觉。心里面只有一尊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代表觉。啊，佛就是觉的意思。啊，清净平等是觉的本体。啊，只要清净平等现前，佛就现前了。啊，觉就现前了，那就是阿弥陀佛。啊，从念根生定根，定是摄心不散。一切时一切处，保持真诚清净平等觉。要知道这一句就是阿弥陀佛，这一步这一句就是自己的真心啊，真心跟阿弥陀佛融成了一片，分不开了。啊，你当然往生极乐世界，将来在极乐世界成佛，成什么佛？成阿弥陀佛。为什么？你跟阿弥陀佛融成一片，融成一体，自他是一，不是二。啊，这是大成就，究竟圆满的成就。最后从定开会啊，开会是什么？开会是普度众生啊，位于诸法了，观照明了啊，智慧开了啊。这一句话是一般宗教里面赞美上帝、赞美神的无所不知、无所不能啊，全知全能，全知全能是真话。现在没人相信。啊，宗教里头有这个说法，一般社会知识分子，他们听到说，这是人对神的赞美呀，不是真的。啊，就好比从前呢，帝王时代
人民称赞皇帝万岁，啊，万岁万万岁，实在他不是万岁啊，赞叹的话了。啊，可是我们要知道，佛话里头是真的。啊，用佛法来赞叹皇帝万岁万万岁也是真的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没死啊。啊，他死，他生死了，身有生死，灵性没有生死。从灵性上来说，那不就是万岁万万岁，真的不是假的。啊，不从躯体上来讲，啊，从灵性上来说，无量光，无量寿啊，都是从灵性上说的。啊，我们要明心见性。啊，这是五根的意思。从五根就生五力，力什么？它起作用。它起作用啊，它能够破恶成善。啊，第一个性根，性根增长，能破诸疑惑。啊，你对于圣贤教诲呀，不再疑惑了。你的信呢，起了作用，就是断疑生信啊，起作用。你相信你自己，自己的灵性本来是佛啊，以前不相信啊，以前都承认我是生死凡夫。所以怎么修也修不出个成绩出来。现在我相信我的灵性跟佛的灵性是一不是二啊，他能成佛我也能成佛。他为什么能成佛？他放得下。我为什么不能成佛？我放不下。我要能放下了跟他一样，那我为什么不放下？想通了就真肯放下了，问题就解决了。啊，中国老祖宗教人，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。啊，教我们不要依靠外力，要依靠自己。那么净宗法门完全依靠外力，这个外力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是自己的心，还是自己啊，依然是反求诸己啊，自己帮助自己圆满成就佛道。有些时候看上去听来好像是有矛盾有差别啊，细心往深处去观察，原来是一体啊，一棵树长了两个干了，长了两个枝了，往下一看一体，是一不是二啊，所以信，信一定要起作用。啊，要相信自己。要相信父母。要相信老师。要相信佛菩萨。要相信祖宗。啊，要相信圣贤，
这是我们起步不能缺少的。啊，对这个产生怀疑，我们就坏了。啊，老师有没有真修行不要紧，我们做学生的对老师有信心，老师是佛菩萨再来的，我们真的成佛菩萨了。啊，老师未必，我们成就了。啊，这是什么原因？我们的信心超过了老师。啊，中国谚语有一句话说：“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。”啊，这就是老师是青，啊，老师是蓝，学生是青。啊，学生成就之后啊，超过老师了，太多了。这个例子不胜枚举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他为什么能超过？因为他信心。啊，因为他的沉静心，啊，真诚恭敬心，信心，这个超过了。学生成就了，终身感谢老师。老师纵然没有成就的时候，也感恩老师。啊，不是老师，他怎么会有成就？成就再高，也不能把老师的恩忘掉。啊，不能忘父母之恩，不能忘老师之恩。啊，老师何以没成就？没真干。学生为什么能成就？学生老实、听话、真干，超过老师。啊，老师看到学生超过自己，高兴的。啊，自己责任尽到了。真正把学生教成功了。啊，这个是莫大的功德。啊，精进有力，精进跟增长，能破身心懈怠，承办处世之事。啊，这个精进就是勤奋。也就是讲的真干了，不勤不行了。啊，为什么？六道里的凡夫，无量界到现在，生生世世染的坏习气。这个习气就是经上所举的六个例子，六大类。啊，悭贪、啊，龌龊、傲慢、啊，嗔恚。懈怠、散乱、愚痴，啊，佛给我们归纳这个六大类呀。这六大类的烦恼习气，这里都有懈怠，精进能破懈怠。人只要肯精进，啊，精一门深入。常识熏修啊，静是绝不往后退转，
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啊，读书不求理解，就是一直读下去。那不求理解，求什么？求定，求把心定在一处。定久了，他就开智慧了。如果是求智慧的话，他不是求的，就是他求到的，得到的是知识。啊，智慧不能求的，求的这个念头是智慧的障碍。我们前面讲色通色，啊，求的这个念头是色，它不通，不求它就通了。啊，我们初学佛的时候，老师教我们，啊，经上遇到困难了，讲不通了，啊，看古人注子也看不懂，这个时候怎么办？万缘放下，一心拜佛，或者拜经。啊，拜上个三四百拜，哎，通了。啊，这个意思像潮水涌上来一样，有的时候记都来不及。啊，所以准备一个什么？准备一个录音机。啊，你把这个意思涌上来，这些意思这都不是自己想的，自己出来的。啊，赶紧说出来，这个录音机录下去，然后再整理。这个例子是真的，每一个学讲经的人都遇到过。啊，越是虔诚，越是恭敬，那个越是意思越深越广。啊，如果这个经里头不是常常有新意思出来，那这个东西念得枯燥无味呀，就念不下去了。啊，为什么一部经念几十年都念不厌？哎呀，遍遍有新意思。啊，这就是般若无知，无所不知。啊，你要想无所不知，你必须要到无知，无所不知才会现前。有知那是色，读色了。啊，有知就有所不知。啊，你不知道东西太多了。啊，所以学般若不是学有知，是学无知。啊，无知是什么？无知是禅定，把心定在一处。啊，不动，不摇晃。啊，常常守住这个一心。啊，这就是住在定中。啊，精进是禅定的前方便。啊，没有精进就不会有定。啊，要有定呢，你一定啊要修忍辱。啊，那么你修定的时候，你得放下。你不放下，你定不下来。一定是万缘放下心定。啊，他能够成就，能够办理初时间的事，
世间的事，啊，事出世间事他都能办。第三个念力，啊，念根增长，能破诸邪念，成就出世正念功德。啊，念力增长，邪念、杂念、妄想全没有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正念现起。净宗用的正念，就是一句佛号。我们看到古往今来，许多人一生呢就一句佛号成功了。你一问他其他的，他不知道。这个不知道有两层意思，一个是真不知道，他没有学过；一个是什么都知道，他跟你说不知道。为什么？劝你专一，不要学太多。不要学杂了，不要学乱了。啊，这是慈悲心，这是善巧方便。啊，唯有专一，这一生决定成就。啊，学太多，学太杂。不能成就，对自己造成障碍。啊，智者大师给我们做了表演，佛法叫表法，这是天台宗里头最著名的一位祖师大德。啊，传说是释迦牟尼佛再来的，那完全是实现了。啊，他给我们实现的是知识分子，知识分子的毛病是广学多闻。啊，智者大师也是广学多闻。啊，涉猎的经论非常丰富，讲经教学，同理大众。啊，在这个大道场，那是丛林。啊，方丈主持是校长，什么事都得管了。他往生的时候。是念佛完成，他不是用持名，他是用观无量寿经。啊，观无量寿经，一共有16种方法。前面13种都是观想，就是止观。啊，有止有观。啊，后面三种，那个有止有观呢，跟禅定没有两样。所以，止观也是禅定的别名。啊，后面三种啊。是修善积德，我们没有办法修禅，
没有办法得定，用后面三种方法可以。啊，特别是最后一种，最后一种就是持名念佛。啊，也能达到前面所讲的境界。啊，绝不是持名念佛的境界低，啊，达不到上层，不是的。啊，持名功夫好的，跟他们境界平等，这才显示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啊，持名这个法门很容易修。啊，只要功夫成片，功夫成片在八万四门里，四千法门里头是不能成就的。啊，就是功夫太浅了。啊，但是念到一心不乱呢，这功夫就高了。啊，四一心不乱，等于阿罗汉；离一心不乱，等于法身菩萨，这就高了。法身菩萨原教初住到等觉，有41个位次，完全看你功夫的高下。啊，我们有没有能力达到最高的等级呢？答案是肯定的。只要你能放下，啊，整个关键呢，都叫放下。你能放下，都可以达到。啊，也就是十报土上品上身。啊，那是什么地位？法云地的菩萨。十地也。啊，八地、九地、十地，可以达到这个境界。不是做不到，就是肯不肯放下。啊，所以早年李老师传给我，看得破，放得下了，这是成佛的妙诀。从初发心到如来地，就用这个方法，看破帮助你放下，放下帮助你看破，这两个方法相辅相成。看破是观，放下是止，止观双运的。啊，一直到如来地。这里面37道品圆满具足。啊，念根增长，能破邪念，心里头一句佛号，念兹在兹，再没有第二个念头。啊，别人问你，你都能够解答。解答完了之后，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。啊，心里头就还是阿弥陀佛，
除阿弥陀佛之外没有别的东西，这叫念力成就啊，成就出世正念功德啊。这一句阿弥陀佛是出世法，能帮助我们超越六道轮回，超越十法界。啊，甚至于在十报土超越三贤的境界。啊，十报土里头，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是三贤。啊，就一句佛号啊。啊，念力深了，定就现前了。定根增长，能破诸乱想，法诸禅定。啊，这个乱想就是妄想跟杂念。啊，妄想杂念没有了，你定根起作用。啊，定根是能够摄受，摄心不散乱，把念头通通集中在佛号上。啊，大势至菩萨教导我们，都摄六根，净念相继，这是定根。啊，都摄六根怎么个摄法？大师智这一句话跟孟夫子讲的话呢非常接近。啊，孟子说过，学问之道无他，求其放心而已。啊，夫子讲，学问之道没别的，就是把心收回来吧。啊，心从六根呢往六尘境界上跑，眼见色，啊，起心动念；而听心是音声，起心动念。啊，舌、肠胃、鼻、嗅、香都会起心动念。啊，摄是什么意思呢？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这叫摄心。啊，眼见色就在色，眼见色上摄心；耳闻声就在耳闻声上摄心。我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清不清楚？清清楚楚，了了分明。看得清楚，听得明白，没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执着，这个人就叫做佛。他用的是真心。啊，真心叫照见，像镜子一样，照得清清楚楚。啊，有没有染呢？没有染。镜子没染。啊，正在照的时候也没有染，要明白这个道理。不照的时候没染，正在照的时候也没染。所以真正修行人用心如镜，啊，不能像照相机，照相机照一下就染污了，这个影子落在里头了，这就错了。啊，我们凡夫用心就像照相机一样，每一天从早到晚，阿赖耶识里头，阿赖耶像底片，你想想这个底片
落多少印象，数不清呐。要知道这个照相机的速度啊，是一秒钟啊，拍摄多少照片？1600兆张的照片，一秒钟。这么高的速度，一秒钟要拍摄1600兆张的底片，落在阿赖耶里头。所以佛经上说，如果这些影像要是有体积的话，体积小到像极微色，极微之微，小到这样的程度，遍满虚空都容纳不下，这真的。好在阿赖耶没有物质现象，但是没有物质现象，你要晓得，它有受想行识，受想行识不是物质现象。受想行识从哪来的？从自性来的，自性里头不叫受想行识，叫见闻觉知基础。迷了的时候就叫受想行识，悟了的时候是见闻觉知。这个是自性里头本有的，不生不灭。受想行识有生有灭，是生灭法。那是什么？精神的现象，或者是心理现象，物质现象、心理现象，自然现象都是有生有灭的。自信的性德呢，没有生灭。见闻觉知不生不灭。那么见闻觉知六根互用，每一个根都有，没有生命，见性的人真的破迷开悟了。慧能大师告诉我们，何其自信，本自具足。具足什么？就是具足这些。具足智慧，具足德能，这个德能就是见闻觉知，信德了。具足相好。相好是什么？相好就是整个宇宙，整个宇宙是我们自性变现出来的，自性是能生能现，迷了自性呢，它就能变，变什么？变十法界一真庄严。所以设法界一真庄严决定是假的，这个一定要认识清楚，认识清楚之后你才会把它放下。再不把假东西放在心上，这就是菩萨。这就是罗汉。罗汉决定不再执着了。菩
菩萨不再分别了，不执着清净心现前，执着是染污，不分别平等心现前啊，平等清净是自性本定，啊，清净心小乘的定，平等心菩萨的定，啊，大定深定，啊，两种定都能开智慧。小乘开小智慧，大乘开大智慧，大智慧知道整个法界虚空界，啊，小智慧能知道十法界，这是一尊佛的教化区，三千大千世界。啊，所以定根增长有力了，禅定就现前了。啊，在世间法四禅八定的世间禅定，啊，得四禅八定。大概十法界一真庄严，他都明白了。啊，他不断地要增长他的定力。啊，因为阿罗汉上面还有圆觉，还有菩萨，还有佛。啊，他要不断向上提升，啊，慧根增长能遮止三界见思之火，发真无漏也。啊，真无漏底下有解释，阿罗汉断见思惑尽。不漏落三界生死，亦于出国等，啊，出国、二国、三国，都没有离开六道轮回。阿罗汉离开了，跟他们不一样了。啊，阿罗汉在十法界，声闻法界，啊，他提升。圆觉法界、菩萨法界、佛法界，他向上提升，不会再向下堕落。啊，那么小乘出国就是圣人，虽然没有出六道轮回，他在六道里头。修学的场所就人天两道，他不会堕三途，他不会变成阿修罗罗刹，他不会。啊，他得到佛菩萨的照顾，得到阿罗汉辟支佛的帮助，啊，他只有上升，不会退转，啊，这是无念。从无念呢，就生出啊起觉知，啊，也叫起觉分。
觉是觉了，分是知分，为此切法，各有知分啊，支派分析啊，即是平等的意思啊，它跟哪些法门是平等的？啊，那么这个里头有切法，第一个是择觉分，择法觉分啊，也称作择法觉分，他有能力检测诸法的真假。那哪是真的，哪是假的？它是惑了。啊，什么是真的？帮助他证菩提的、证涅槃的，这是真的。帮助他退到六道轮回，这是假的。他有能力辨别。这个我们要知道啊，我们现在没有能力辨别，守住一法，阿弥陀佛这一法能帮助我们了生死、出三界、往生极乐世界，我们就抓住这一法，这一法是正法，其他的法呢，我们都把它放下。我们选择这一法啊，在无量法门、八万四千法门，我们只选择信愿持名这一法，你就没错了啊。选择之后要用精进觉分啊，修诸道法了，无有见察。我们修念佛法门，不能间断，不能夹杂。啊，这比什么都重要。啊，而间断夹杂。功夫不得力的时候，天天有，念念怎么就忘掉了，这就间断了。啊，间断在经中的术语叫失念，啊，把念佛失掉了，不知不觉地忘掉了。啊，这烦恼习气有这种情形，不要害怕。为什么？每一个念佛人都有这个情形，这是正常现象。一觉悟的时候，赶快接着念。啊，念上个两三年，大概就不会生念了。啊，你一天24小时。啊，口里头不念，心里头念。啊，真的把外面事情放下了，看得清楚，听得明楚，不管他了。啊，不是我该管的，不管；不是我该说的，不说。啊，念念都是阿弥陀佛，功夫要纯。啊，功夫要熟透。啊，功夫从哪里看？杂念不生了。
妄念少了，这就功夫进步。啊，印光大师在文钞里告诉我们，一个小时，啊，不是一个小时，它一支香。啊，我们烧香有长香、短香，长香是一个半小时，短香是一个小时。啊，古时候寺庙里头没有时钟，时间都是用香算的，啊，一支香、两支香。用这个算的啊，说一支香就算一个半钟点，还有三五个妄念，会起三五个妄念，这个功夫就很不错了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往生靠得住了。如果一支香里头有几十个妄念，这说明往生靠不住。啊，怕的是什么？最后一念是个妄念，不是阿弥陀佛。啊，那这个妄念就牵着你又回到六道，又去搞轮回去了。这个事可是麻烦事啊！啊，要学，从哪里学起？从你最喜欢的东西学起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最喜欢的，你对他的念最深。啊，一般人绝大多数情执，现在我看不是情执。你看儿女不要父母，情执就没有了，不是情执，现在什么？现在是财执，没有不想钱的。这个东西麻烦了。啊，你什么念头最强啊？贪财的念头最强，比情执还强。啊，父母、妻子、儿女可以不要，不能不要钱呐。啊，古时候是情在摆在第一，啊，现在改了。这个东西不能不丢掉啊！啊，释迦牟尼佛一生持金钱戒，啊，一生不去摸钱，不去接触钱，啊，人家供养钱他不要的。啊，他要的供养就是一钵饭，一钵饭还不是一家的。啊，好多人家凑齐一钵饭，一家给他一瓢羹。这是把世间才断掉啊！第二个是色，财色两关最难断的啊！修行要从最难断的先下手，那个就容易断了。最难断断掉了，其他容易了。如果从最容易断的先断手，是吧？这是断不干净。啊，这一生不可能有成就，一定从最难的
啊，最喜欢的、最心爱的、最舍不得的，从这里先放下。啊，要真放下。真放下是心上没有，心上干干净净。啊，事上随缘，心里头清净，这是真修行。啊，这就是佛家常讲的，离事无碍，事事无碍。啊，如果有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，啊，那就特别从事上先下手。原理思想对自己有帮助。烦恼习气说起来容易，断起来是真难。大家都有这个经验。诸佛菩萨也在说不明，用什么方法？佛为我们说出来了，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，就用这个方法，不用这个方法做不到。啊，因为这个方法怎么落实？落实在经现在说法，就是说法不间断，听法、修法不间断。啊，佛用这个方法来达到彻底放下。这个方法啊，为什么放不下呢？你没有彻底了解，真正彻底了解事相了，不要劝你，你自然放下。那为什么？假的，不是真的，你就不再执着了。啊，你果然真正明白了解了。人生在世一场空啊，你空手而来啊，你也是空手而去啊。这个世间上一丝一毫你也带不走啊，包括身体也带不走啊。这要搞清楚啊，这是事实真相。真搞清楚搞明白了，自然放下了，我不再受这些东西牵累了啊，无需要牵挂这些东西，这些东西通通是生死轮回的根，这个根要把它断掉。那怎么办呢？就用一句佛号，这一句佛号要变成我们真正的根，我们往生极乐世界。啊，极乐世界是真的。不是假的，为什么没有生命？啊，极乐世界何以没有生命？极乐世界里头没有阿赖耶，啊，也就是没有根本无明，根本无明就是阿赖耶的别名。
啊，那个地方的人念念是觉而不迷，为什么？阿弥陀佛在讲经教学啊，佛的教学没中断，在那边学习的这些菩萨也没有中断，他们听经闻法不中断，他们修行不中断啊，所以他很容易成就。啊，这个世界很特殊。啊，特殊的是没有阿赖耶，十方诸佛刹土都有十法界，都有六道，极乐世界没有。虽然名字上有，你刚刚到极乐世界，你对那个地方习惯还不太习惯，还有这些观念啊，所以跟你讲，有凡身同居土，有方便有余土，有十宝庄严土，还有常寂光土啊。到了极乐世界之后才发现四土有，实际上呢，四土融合在一起，分不开。一就是四，四就是一，一生一切生。换一句话说，生到凡生同居土，等于同时生到方便土，生到十宝土，生到极光土，这同时。这个不可思议，这太妙了。啊，所以到那边的身，啊，阿赖耶识断掉了嘛，转世成智了嘛，不是阿赖耶的相分。我们今天生生灭身，阿赖耶是生灭，所以从阿赖耶变现出来全是生灭。这个要知道啊，到达极乐世界全都转八识成四智，所以到极乐世界你的身体是法性身，不是阿赖耶的境界相，这转了。阿赖耶的境界相有生有灭，法性不生不灭，所以无量寿啊，真无量寿不是假的啊。那么居住的环境是法性土，也没有生命啊。世界极乐世界的花草树木没有生命相啊，四季长春没有春夏秋冬，极乐世界没有年月日，人没有时间的观念，也没有空间的观念。换一句话说，时间跟空间在极乐世界是不存在的。空间没有了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没有了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你在那边可以看到过去，也可以看到未来。啊，居利没有了，无量无边的刹土在哪里？就在眼前，就在面前。啊，即在当下了。啊，这个境界是什么境界？化身菩萨的境界，我们轻而易举啊！往生到极乐世界，跟化身菩萨平等了。
借作阿惟越致菩萨，这很得了吗？啊，多久成就了？在这一生当中决定成就。啊，我还希望同学们呢跟我一样真正发心，多久呢？三年。我不希望太久，我希望三年就成就。那这一般人讲，那三年就死了。这个想法完全错了，三年就不死了，这是真的。啊，往生极乐世界就不死了。就无量寿了啊！那想在这个世界多住几年没关系，爱住多少年就住多少年，三年能够往生自在，什么时候想去就去啊，想留就留，来去自在，没有障碍了，这要真干。怎么干法？心愿老实念佛啊！印光大师教给我，心愿持名求生净土，啊，这个《无量寿经》教给我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，其他通方向啊，要搞真的，不能搞假的啊！我们要深深相信，机会就这一次，这一次机会失掉了，下一次再碰到，不知道是哪一劫。时间可长了，绝不是生生世世你会遇到的。经上讲的不错，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。啊，我们看这个世界，70亿人，几个人遇到佛法？啊，遇到佛法人，几个人遇到真的佛法？现在市面上东西都是假的，佛法也是假的。你遇到真的啊，真的佛法当中，那真中之真啊，保证你一生成就的只有这一个法门，净土啊，持名念佛，只有这一法。保证你决定成功啊！遇到的人太少了啊！他说念佛人很多，他不正干，他对这个世界还有留念，他还不肯放下啊！所以我们知道他这一生不能成功啊！像李老师所说的，10000个念佛人。真正能往生的只有3个5个，不是很多啊！这个话60年前讲的，10000人有3、5个。现在呢？现在大概10000人有1个就不错了。60年前人还老实啊。放得下的人还有啊，现在放得下的人没看到啊，贪而无厌的啊，功高我慢，迷惑颠倒啊，这现在人的样子啊，啊，我们遇到了要求。
要深入经藏，要多听经，听了之后要喜欢跟人分享，一个人跟他讲，两个人也跟他讲，不要杂心闲话，聊天没有意思，精神时间都浪费着。把经宗传给他，把念佛的好处告诉他，念佛的重要性告诉他，不念佛决定不行。这就是行菩萨道啊，这就是普度众生的。其他的废话也看不得。决定不贪恋世间的荣华富贵，决定不能贪恋。人间天上的都得放下。为什么？比不上极乐世界。在极乐世界生活多自在。可以说完全随心所欲，没有丝毫障碍。在这个世间，天上还有障碍。欲界天有三苦八苦，色界天没有八苦。他有坏苦、辛苦，无色界天连身体都不要了，不要身体，他就没有色。五蕴里头，他有受想行识，这是精神的境界。他有行苦，行苦什么意思？他不能永远保持，他的寿命很长，寿命到的时候。他还会堕落。所以佛告诉我们，三界无常啊。意思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选择法门，要选择能够超越三界，你就选对了。小乘超越三界了，是选对了，不圆满。为什么？从声闻到圆觉，到菩萨，到佛，这个路都是蛮长的。他很辛苦啊，勇猛精进的，不知道到哪一阶才能修成。净土这个法门很吵啊，不是靠自力了，完全靠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。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。这个法门全靠佛力。能靠的就是真相，真心。我真正相信佛说的话是真的，就是确实有西方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确实有阿弥陀佛。没有丝毫怀疑，我下定决心
我求生极乐世界。现在讲移民呢，那我们从地球上移民到极乐世界去，啊，去亲近阿弥陀佛，啊，跟他学习。那么到达极乐世界，等于说那个地方是一生成佛的保证班。我常说，到达极乐世界，花开见佛。啊，你会进入阿弥陀佛的大讲堂。你什么时候离开呢？你离开的时候，你成佛了。你没有成佛，你不会离开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你真正证得妙觉果位，你就离开了。啊，离开之后，你到哪里去了？你到常寂光去了。常寂光是大般涅槃，是究竟涅槃，是圆满的涅槃。啊，那个境界是《华严经》上妙觉如来的境界。啊，这要常常记住，遇到人就给他讲啊，管他信不信，信很好，我度了他了，不信呢，一粒耳根永为道种，他听进去了，阿赖耶识里有种子了，也度他了，啊，现在不信，将来会相信，为什么他有根？啊，这就是没有根的给他下根下种子，有根的帮他增长，啊，已经增长的帮他成就。啊，我们来在世间干这一桩大事业，啊，这一桩事好啊，啊，自心化他，快乐无比呀。念力成就了，定力就现前。啊，定根增长，能破诸乱想，发诸禅定。啊，禅定现前。这个禅定在净宗叫一心不乱。啊，一心不乱里面有事业心，有理业心。啊，事业心是小乘境界。啊，我们这个经本上有三倍往生。观经里面讲九品。三倍跟九品合起来，啊，这个祖师大德常说的三倍九品，啊，说明禅定功夫的浅深不同，啊，禅定功夫为什么浅深功夫不同？啊，过去张家大师告诉过我，放下多少不一样。啊，放下就往上升了。啊，所以得不断的放下。到最后连放下也放下，你才到了顶点呢。啊，放下也放下了，那就圆满了。
从华严经上说，菩萨的定功52个阶级，一个比一个深，一个比一个大。啊，深广倒没有边际。啊，十地菩萨深广就没有边际了。啊，一直向上提升。提升到一定的程度，智慧显现了，从定开慧啊，前面慧根增长，能遮止三界见思之惑，发真无漏也。啊，遮止就是放下。啊，把三界。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啊，见思烦恼通通放下，啊，这个时候法真无漏，这个后面刮胡里有小注，啊，见思惑，什么叫见思惑？分别。叫做见惑，贪爱呢叫做思惑，啊，就是把分别执着放下了，啊，真无漏为阿罗汉，断见思惑尽，不漏落三界生死，易于出国。啊，跟出国、二国、三国不一样。啊，三国阿那含，啊，他们在第四禅，无不还天修行。啊，没有离开三界。啊，修成功了，他离开了。啊，他就往生到。四圣法界里面的声闻法界，脱离六道轮回。啊，那么在华严经，阿罗汉的地位，就是他得的禅定地位，是第七个地位，从下往上数，第七个。啊，第八是辟支佛，第九是菩萨，第十是十法界里面的佛。啊，第十一是十报图里面初住菩萨。啊，第十二是二住菩萨，那个是已经到报图了，十报庄严图了，不在十法界了。啊，那叫一真法界。啊，那个法界里头刚才讲过了，法性深，法性土，没有生灭的现象，叫不生不灭。那么下面第六。七觉分就是七觉知啊，第一个是择法，我们选择法门啊，真正不容易，搞了这么多年才搞清楚搞明白了啊，选择法门最重要的是自己的根性啊，自己的能力能够接受，没有妨碍，这才得力。如果我们选择的法门，自己的智慧能力都做不到，这不会成就。
啊，所以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，我很感激他。啊，我跟他学习的时候，我31岁。啊，他劝我修净土法门，应该说有10几次，我都没有接受。啊，年轻，好高骛远，啊，喜欢广学多闻，对于大乘经论喜欢偏好。啊，在这个里头下了也有几十年的功夫，有没有收获呢？说实在话，没有。为什么呢？没有戒定慧。那我们的收获是知识，不是智慧。啊，现在知道错了。啊，到晚年才回头。啊，我学佛60多年了。啊，30年以后才回头，才肯定净土法门。啊，虽然回头了，还是有习气。啊，习气就不转了。啊，还是什么东西都想多看看。这就是毛病习气，这习气很重啊。啊，现在不敢了，年岁太大了。啊，87岁了，明年就88了。这还有几年呢？这不知道，时间越来越少了，越来越不够用了。专心念佛吧，老实念佛吧，其他统放下了。啊，真正开始想到要真放下，不能搞假的了，80以后的事情了。啊，那要没有这么长的寿命的时候，就没办法了。啊，往生靠不住，怕一生空苦。啊，所以晚年把什么经教全放下了，专讲无量寿经，专念阿弥陀佛。啊，这是则法。啊，精进修诸道法，无有间杂。啊，逐渐的，事出世间法都放下了。啊，多少人告诉我，这个世间社会这么乱的，啊，不能不救啊，不能不关怀呀、啊，说的很有道理。啊，怎么个救法？现在我完全懂了，完全明白了。啊，经现在说法就是救这个世界。啊，我们每一天讲经4个小时，为什么？劝导有缘的同修。啊，什么是有缘的同修呢？他肯打开他的电视频道，他肯收我们的网络的网址，这就是有缘众生。啊，这些有缘众生，我们天天在一起分享，天天在一起劝导大家。这就是拯救世界。
啊，希望我们有缘同修要回头啊。我们不再搞自私自利了，不再搞名闻利养了，不再搞七情五欲了，不再搞贪嗔痴慢了，统统放下。啊，社会上能放下的人越多，这个社会的染污就轻了。啊，社会这些乌烟瘴气就淡了，灾难就少了。啊，这是我们真正在干。啊，那国际和平会议都不是真的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为什么不搞国际和平会议？啊，他天天讲经干什么？和平会议收不到效果，讲经真能收到效果。啊，所以我们看释迦牟尼佛。在听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说的，十方一切诸佛菩萨，没有一个不是用经现在说法解决问题。啊，我们完全搞清楚，搞明白。啊，所以我认识的一些国家领导人，我都劝他，啊，他们都是非常难得，真正慈悲，啊，诚心善意，想为人民造福，帮助人民离苦得乐，啊，有什么方法？有啊。只要能找几个啊，能讲经的，能真干的，讲不干，他不会开悟，他领悟不到啊经里面的微妙之处啊，讲学还要去做啊，你做的越多，你就悟入的越深，你有悟处啊，这个教学他才能实现。啊，像中国儒释道三家能够找两个讲儒的，找两个讲道的，找两个讲佛的，啊，找六个人，每一天在国家电视台里，国家电视台可以批一个专门频道，全国能收看，全世界能收看。啊，我觉得讲上一年，中国社会就太平了，什么问题都解决了。啊，你只要有这个频道，它就有人听，越听越欢喜。啊，他会听上瘾来呀！啊，这就是法喜充满了，啊，精进觉分，修诸道法无有间杂。啊，圣贤不讲不行，愈讲越清楚，愈讲越明白。啊，我们根性不行，啊，跟老师的时间又不长。全靠自己，一面学一面给大家分享。啊，跟大家分享，自己不能懈怠。为什么？得准备功课啊！啊，每一天要读经啊，要深入经藏。啊，用这个方法来勉励自己。
啊，因为懈怠懒散是很重的病。啊，精进说得很好听，但精进不起来。啊，天天讲经就精进了。啊，讲四个小时，至少也要有四个小时的准备，就八个小时了。啊，天天不间断的，不一样啊。啊，原来信心不深，现在信心深了。啊，原来很难放下，现在很容易把一切放下了。我专讲一门。啊，一生专讲无量寿经。啊，能够有这么大的影响，就是我们早年运用了这些工具。啊，我们在台湾是一个视听图书馆。啊，我们用网络将近20年，我们用卫星11年，啊，产生的效果大了。啊，卫星跟网络都覆盖全世界。啊，只要你打开，随时都能收听。啊，马来西亚李金友跟我结的缘，缘从哪里来的？他到美国去玩，在赌城拉斯维加斯啊，赌场啊，晚上看电视，在电视里看到我讲经啊，他说无意当中转到的啊，10分钟就没有了啊，所以他就记住那个频道，第二天一早就打开。啊，那个频道就是1小时，在美国电视台广播的，他是这么晓得的，啊，听了很欢喜。啊，回到马来西亚，问他太太，他太太学佛，说你认不认识净空法师？他说认识啊，我们家里还有好多光碟。他都不知道啊，这样就到处找我。那个时候我在新加坡，很近的，很容易就找到了。啊，马来西亚的缘是这么结的。啊，他给我办了2场讲座。啊，第一场好像是12000人，第二场16000人。啊，随结缘啊，真正能把这个37道品应用在日常生活，应用在修学上。这第三呢，喜觉分，切勿真发了的欢喜啊，我们别的没有得到了，发喜得到了啊，真正生欢喜啊，欲学越欢喜，越讲越欢喜啊，常常听的没有不生欢喜啊，这是我们学佛这么多年的经验啊，为什么不退转欢喜啊，真正体会到啊，方老师教给我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，我感恩老师，不是老师指点，我这一生会过得很辛苦，哪有这么快乐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学习到此地。